Hello， 在狂想曲推出的同时，小白龙的羁绊宠物碧水晶晶兽也在台服上市啦。今天就来开箱碧水晶晶兽吧 ，Let's go！碧水晶晶兽目前出现在宠物秘境，用宠物能量来充能解锁。从外形上来看，如古代神话传说的神兽，在完全体时乘坐水龙卷横空出世，可以说是目前出场最为霸气的宠物之一。第一抽两格，第二抽一格。15个宠物能量，没中。这次送6颗，这边触发2个羁绊，这次实测下来，如果不算送的电池，大约接近3000钻左右。如果要入手这只宠物，要想清楚哦。个人认为不太好抽。道具特性：拾取云雾或橘子皮时，有62%的几率转化为氮气。由于兔兔有小白龙的羁绊，所以原本从55%提升至62%。竞速特性：撞墙后60%几率2秒内获得30%机器。按照特性来看，似乎是一只道具领跑宠，因为只有领跑玩家比较容易吃到云雾和橘子皮。那话不多说，马上来测试看看吧。侧身，漂亮的氮气，卡内容妈特性的氮气，继续往前冲，又一颗。要被打下来了，哎，想自爆。
稳了。发氮气，哇，没触发。
好险哦，差点就输了。这次使用下来的心得，碧水金睛兽是一只很有趣的宠物，毕竟在道具赛领跑时还能吃到氮气，不同于以往都需要靠后方队友吃到氮气后往前传递才能持续冲刺并拉开距离，是一只可以持续往前冲刺领跑的宠物。在领跑时的稳定性非常吃运气，这句话怎么说呢？大家都知道领跑神宠赤焰神龟拥有几率性的特性护盾，可以防御后方攻击，但碧水金睛兽在领跑时护盾全靠队友的天使以及自己能否吃到护盾来保护自己，所以稳定性相对来说非常的低，加上现在道具赛每一场都会遇见彩虹小马，除非遇到的队友非常会传递道具以及准确释放天使的时机格外的重要，否则被打下来的几率非常非常的高。所以这次实测下来，其实很多场在领跑时常常被后方的酷比飞弹给打下来，导致输了比赛，在娱乐性质方面也没有彩虹马来的有趣许多，但是吃到云雾香蕉转变为氮气的同时，那种心情确实很开心，毕竟这只宠物是设计给领跑玩家做使用。值得入手吗？这只宠物的使用限制非常的大，只有两种玩家适合收藏，一道具赛领跑的玩家，抓地很强的玩家，这只宠物很适合道具三排时的领跑玩家做使用，毕竟单排时候遇到的队友非常吃运气，所以跟队友的合作默契相对来说格外的重要，以及对自己的抓地跑法非常有自信的玩家，抓地强的玩家必然在道具赛扮演着领跑的角色，就非常适合这样的玩家来使用哦。二，小白龙羁绊的竞速玩家，如果有在使用小白龙集气特性的竞速玩家，想要因为羁绊特性才需要抽取这只宠物，否则不常使用小白龙的话，这只直接略过就可以了。以上都是这一次的使用心得，给各位当作参考。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咯，拜拜。